你们也知道，我常常胖胖瘦瘦的啊，把它减下来。澳洲之前，我开始实行了，来的时候还胖一公斤，对，然后，不不，哎，那你们比电视上看起来瘦吧？有，电视都骗人的，电视都骗人的，以后多来看本人好不好？多来看本人哈，对不对？然后对，然后还有人会说我没有1.74米。我也很生气，说我没有1.7米，我看你没有1.7米吗？有没有1.7米的在这？1.7米有没有在这？你1.7米吗？啊，你上得了台吗？不知道可不可以上台比一下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啊，你1.7米是？怎么大家突然说1.7米啊？我1.7米。但是我觉得第一次来澳洲，哎呀，真的是，哎，没减到我想要的体重，下次来减给你们看好不好？还是这样就很好了，再对不对？哎，这样子的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这样子圆嘟嘟的还能这样唱跳，很厉害吧？对不对？九首歌，是不是？太瘦也不好看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时候啊，什么？谁说潘胖？什么？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就这个就是很明显的20年，对不对？胖胖瘦瘦，瘦瘦胖胖。还在，表示是实力的，是不是？也有可能是个性好了，哈哈哈哈。对，但反正今天，而且以前来的时候，以前本来要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的社交媒体嘛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这种可以发什么 Instagram 啊，什么小红书、微博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等一下我是真正的恳求你们，等一下发的时候帮我修一下图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可以啊。现在我拍，因为你拍个正面的哈，正面的哈，把我修瘦弄高一点，做几个假动作，可以哈，拍好了哈，好了，拍好了，拍好了。哎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场地真的非常好，就是很那种friendly 的那种 concert， 你知道？因为有时候 concert 如果大一点也看不到，但我可以看到很多人的脸，像后面那个穿白色衣服的那个。那边现在拿着手机那个，对，就是你手机，你在拍我那个，就对，就是你，不是在那个下面那个哦，都在拍啊，哦，好，那个笑一笑，对，反正真的非常，还是回到一个感谢啊，就是真的20年还能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。然后能有你们的支持了，不管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支持我的，有可能有人是今天才开始支持我的，但是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，因为没有你们的话，可能就大家可能不知道胖也不是谁，所以再次是谢谢你们。谢谢。